南京，一个虎踞龙盘的风水宝地，一座夫子庙与秦淮河相映生辉的风雅城市，一个记录王朝兴废的沧桑之城。敬请关注六大古都之风之南京。南京，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一座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在雨花台下筑城，史称越城，这是南京正式建有城池的开始。公元229年4月，东吴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9月，在朝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呼声中迁都建业，开创了南京建都的历史。之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先后再次定都，史称六朝古都。据统计，历史上总共有10个之多的政权在南京定都，所以南京还有十朝都会之称。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朝代都钟情于在南京建都呢？历经沧桑的南京究竟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独特文化气质？河南大学程穗莹教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南京，用心灵与历史对话，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六大古都之风之南京》。六大古都啊，每一个地方成为都城都有它的建都优势。南京成为都城，就是因为南京是一个风水宝地。古代无论是建房子或者是选城址，都讲风水。古代帝王在择都的时候也讲风水，这样做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方面，建都在风水好的地方，他希望他的江山设计可以长治久安。另外一个方面的目的呢，是利用这种风水观念来为他建都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那么什么是好的风水呢？按照传统的风水学的观念，就是四个字，复阴抱阳。那什么是阴阳呢？比如说高的地方，高处就是阳，低处就是阴，或者说上面是阳，下面是阴，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背山面水，山是阳，水是阴。我们看南京这个地方的区位，它非常有特色，它位于长江的下游。长江呢，自西南向东北经过南京城的这个西南部向东北部流去，而南京城的东北面、它的东面、它的西南面围绕的都是群山，所以它是典型的背山面水，非常符合风水学的这种观点。所以呢，它在古代就被认为是一个风水宝地。南京的山、南京的水非常特殊，它有三点我觉得非常特殊。第一点，它是金陵有王气。在南京的有关的一本地方志叫《景定健康志》里面曾经这样说道：金陵何为而名也？考之史前，楚威王时，宜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这个健康志里面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金陵这个地名它的得来，是因为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啊，楚威王占领了南京这块地盘，这块地盘呢原来属于越国。占领这个地盘以后呢，南京这个地方有王气，当然这也是楚威王听手底下的大臣说的。怎么镇压这个王气呢？当时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南京的山岭上，岭就是山岭啊，埋下金石。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王气镇压下去，不至于是南京的王气压过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在这个做法的背后，它又说明什么呢？在2000多年以前的战国，南京这个地方有王气的说法已经非常普遍了，而南京这个王气甚至遭到了像楚威王的嫉妒，受到了他的嫉妒，甚至受到了他的羡慕，甚至遭到了楚威王的恨，羡慕、嫉妒、恨，都在这个金陵有王气这个方面，楚威王的身上表现了出来。这可以说是南京这个地方风水好的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南京这个地方的山势龙盘虎踞，在这个东汉末年的时候，三国之间争霸，当时诸葛亮为了联合南方的孙权、孙刘联合共同的抵抗曹军呢，曾经过大江坐着船到过南京啊。到南京以后呢，他登上青梁山来瞭望南京的形势，看过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发出了一句感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中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什么意思呢？位于城的东南部的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盘龙，这个盘伏在南京城的后边，而这个石头上呢，又像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所以这个气势非常好。诸葛亮感叹他：“此乃帝王之宅也。”这是天生的帝王择都之地。诸葛亮这句话出来以后，龙盘虎踞就成为形容一个地方地势雄伟险要的一个名词。而且只要一提到龙盘虎踞，我们往往就会与南京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果然呢，就在赤壁大战以后，孙刘联军打败了曹操，然后后来在229年的时候，孙权建立孙吴这个政权，就把都城放在南京，这个王气就真正的转变成了王都。还有第三点，南京的风水好里面的这个水怎么表现呢？长江是天堑，我们今天过长江非常容易啊，我们可以通过轮船，可以通过军舰，甚至走长江大桥，轻而易举。但是在古代，要渡过浩荡的长江是非常困难。所以长江呢，在古代自来被认为是天堑。还以赤壁大战为例，当时曹操率领了30万大军，号称80万呢，来试图消灭孙权和刘备。当时呢，孙刘联军加在一块儿才有多少呢？3万人左右，号称10万。后来《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孙刘联军为什么能够打败曹操的军队呢？是因为诸葛亮借来了东风，而周瑜呢火烧战船，把功劳记在了诸葛亮和周瑜的身上。而实际上，打败曹操的是长江天堑。为什么这么说呢？两点原因。第一点，当时啊，人们那个时候的造船技术是十分有限的，几十万大军要想渡过长江天堑是十分困难。曹操想了各种办法，甚至把战船连起来。还有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北方的军队不习水战。曹操的军队在陆地作战还可以，他的骑兵可以，但是水战他就不行。所以我们说，当时赤壁大战中真正打败曹操的是长江天堑。纵观中国5000年文明史，西安是前半段的中心，唐朝以后西安就衰落了，再也没有崛起过。而北京是在元朝开始，也就是最近800年才成为中国的中心。
在此之前，北京也是默默无闻，而南京是我国建都时间跨度最长的古都。从公元229年东吴孙权在南京建都开始，到近代中华民国建都南京，绵延不断1700多年。由此，南京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北风南运。请继续收看《六大古都之风之南京》。北风南运呢，它意味着什么呢？就南京这个城市，在北方人看来，它是南方城市，具有南方的文化特色。但是呢，南方人看来，南京这座城市是北方城市，具有北方的文化特点。所以南京城市一南一北，又不南不北，很特殊。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北风南运的文化现象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很复杂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南京城的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一个小巷子乌衣巷来发现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形成的轨迹。那乌衣巷啊非常有名啊，在南京城它已经成了一个地标式的一个旅游景点，很多游人到这个地方来旅游。乌衣巷怎么得名的呢？是因为当时啊孙权建立东吴以后，曾经在这个地方驻军，这个军队都穿的是乌衣，也就是黑色的军装，所以因此而得名。到了东晋的时候，乌衣巷住进了两个世家大族，因为这两个世家大族的入住，而使乌衣巷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成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第一巷。这两个世家大族分别是王氏和谢氏。这个王氏家族啊又称为琅琊王氏，祖籍山东的琅琊，今天山东的临沂啊。这个世家大族之所以登上政治舞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叫王祥。那王祥这个人呢，在历史上不一定有很多人熟悉，但是呢我说一个事情，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24孝。24孝里面其中有一孝叫卧冰求鲤，说的就是这个王祥。我们说啊，百善孝为先，王祥的孝名从此就远扬了。后来呢，王祥步入仕途，在曹魏的时候就步入仕途，然后到西晋的时候他就成为开国功臣，司马政权的开国功臣，后来官至太尉，晋爵为公。从此以后，王氏家族的政治基业也就奠定了下来。东晋王朝的建立，也就是建都南京的东晋王朝的建立，也是王氏家族的一个人一手策划的。这个人叫王导，是王祥的弟弟王览的孙子。在西晋末年的时候，北方战乱，西晋的一个王室贵族叫司马睿就被封为安东将军，来到了南京。安东将军来了，肯定要对当地的世家大族的利益构成威胁，要削弱他们的势力范围，当然他们不高兴了。王导看出来了问题所在，于是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策划了一个政治公关事件。什么政治公关事件呢？在3月3日这一天呢，是上巳节，我们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呀。在南京呢，有一个习惯，老百姓出城踏青来游春。王导呢，就让司马睿也出城游春。当时司马睿坐在这个监狱上，这个监狱呢是一种敞篷的小轿子，然后王导和王敦兄弟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司马睿的后面。当地的地方行政长官出来了，而且还浩浩荡荡的，当然会引起当地老百姓的关注啊，所以老百姓呢是观者如堵，
世家大族，你像南京的世家大族啊，你像朱氏、季氏、顾氏、张氏，他们也都夹在人流中间观看。他们看到王导、王敦兄弟骑着高头大马，一个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同时呢又对司马睿这么恭敬、这么拥戴，所以一下子就产生了这种亲近感，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所以主动的就上来与安东将军、司马睿和王导他们打招呼。王导看到他这个政治策划发挥了作用，产生了初步的效果，马上又给司马睿出了两招啊。第一招，让他吸纳当地的世家大族来进入安东将军府，让他们做官。第二招，与当地的世家大族进行联姻，通过婚姻来加强与本地的南京本地的世家大族之间的联络，这样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史书上记载啊，说姚氏无会风靡，百姓归心厌。风靡就是随风而倒啊，无会说的就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广大世家大族归附了，老百姓也归心了。司马睿和王导就在南京这个地方扎下了根基。在317年的时候，西晋灭亡了，然后呢，司马睿就在王导的拥戴下，在南京这个地方建立了东晋王朝。王导呢，就成为司马睿的开国宰相，被赐帝武夷相。从此以后，武夷相就步入了他的繁荣期。谢氏家族啊，被称为陈郡谢氏，是祖籍河南的太康。太康这个地方呢是陈郡呢，所以被称为陈郡谢氏。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和王氏家族成为一流的世家大族而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族出了一个人叫谢安。谢安是东晋孝武帝时期的宰相，他是在王导去世以后20多年做了宰相。他的功劳是什么呢？指挥东晋的军队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北方前秦苻坚的军队，巩固了东晋政权，所以也被孝武帝赐帝武夷相，享受了和王导家族一样的荣耀。所以从此以后呢，武夷相就成了南京的富人区、高档住宅区，其车水马龙的情景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到了南朝的宋齐梁陈时期，王谢两大家族依然保持了在政治上非常强的势头，所以王谢在当时往往并称成了华丽家族的代名词。而透过武夷相这个窗口，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一方面，武夷相的建筑是南方特色，它的粉墙、它的黛瓦、它高门大院是南方特色。同时呢，它的小巷子布满苔藓也是属于南方特色的。我们今天到武夷相参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但是呢，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王谢两大家族却是来自于北方，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思想理念，甚至带来了北方的风俗习惯，然后在南京这个大舞台上与南京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北风和南韵共同哺育了南京的文化，就是南京长时期成为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其外在的相貌与文化气质。外貌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文化气质则多为后天的积累。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等众多风雅人物的佳话轶事，造就了南京城独特的文化气质。南京的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的实质，或者说文化的个性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可以概括为另外的四个字，就是风流儒雅。这是又一个风。风流这个词啊，有很多意思，但是在古代它主要的意思是指有文人雅士啊，行为处事不拘小节，超凡脱俗，那就叫风流。儒雅呢，是说行为处事的时候合乎礼法，又符合儒家的规范，所以风流儒雅呢，也就是说处事的时候举重若轻，似闲庭信步，多大的事儿都不放到心上。我们可以通过在南京流传很广的两个典故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我们先说一说东床快婿这个典故。这个典故呢，与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有关系。在王导做宰相的时候，有一个同样来自于山东的世家大族，他叫西涧。西涧呢是太尉。这个西涧呢有一个非常漂亮聪慧的女儿，叫西瑞。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想和王导联姻呐。但是王导呢，他的子侄很多，不知道给他介绍哪一个好，所以就跟西涧说：“那你自己挑选吧。”西涧呢，就派了自己的一个门生到乌衣巷王导的家里去选婿。然后回来以后呢，这个门生就给西涧报告说：“王氏朱少病家，染文信志，闲字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时，独若不闻，见曰。”是正家婿也。什么意思呢？他这个门生给他报告说，我到乌衣巷王导家里面去选婿的时候，我看到啊，他的儿子还有几个侄子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听到我去了以后呢，都特意的打扮了一番，那表现呢反正有点矜持，但是有一个人很特别，这个人不仅没有收拾打扮，而且我去的时候坦腹在东床吃东西。这个坦腹什么意思？敞着怀，甚至露着肚子，然后呢坐在床上在那吃东西，旁若无人。西涧听了以后反而说，哦，这个坦腹的人就是我将要选的女婿啊。坦腹的人是谁呢？就是王导的侄子王羲之。当时王羲之呢也跟着王导一块住在乌衣巷。这就是东床快婿这个典故的来历。那么西涧为什么偏偏喜欢坦腹的王羲之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王氏家族有良好的家风。什么家风啊？那么王祥的孝，还有王导的忠，是忠孝传家。而且呢王氏家族都有很深的学养，所以学问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原因，在选婿这种非常重大的场合，王羲之都能坦腹，说明什么？说明王羲之不拘小节，超凡脱俗，不是个一般的人。而这种行为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崇尚的风流儒雅气质。事实证明啊，这个西涧他是有眼力的。王羲之后来就成了我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书圣，书法第一人，还留下了《兰亭序》这个书法绝品。这是一段美谈呐。另一个与风流儒雅有关的在南京的传奇故事呢，叫一骑刺湖。在美丽的莫愁湖畔，我们大家如果到南京去参观的话，会发现有一座圣骑楼。据说啊，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个圣骑楼里面经常和他的开国功臣大将徐达一块对弈。但对弈的时候呢很奇怪，每一次这个徐达都输，明太祖朱元璋都赢。
但实际上呢，徐达的棋艺又非常的高超。那明太祖心里面也很明白，明显的这徐达是让着他呀。后来有一天呢，明太祖朱元璋又到了圣齐楼，这次来的时候心情非常高兴，告诉徐达，这次你要拿出你的真本事，我要和你一决雌雄。那两个人呢就开始下棋，从早晨一直下到正午，这盘棋还没有下完，棋盘上摆满了棋子，他们下的是围棋啊。而正在这个时候，朱元璋抓住了徐达的漏洞，然后吃掉了徐达的两颗棋子。徐达呢就迟迟没有落棋，明太祖呢就在旁边催他。徐达呢就提醒明太祖说，皇上请看棋盘。明太祖朱元璋一看全局，徐达竟然用自己的子儿下出来了万岁这两个字，当然是老写的繁体的万岁。明太祖一下就明白了，徐达不仅棋艺高超，而且是用心良苦啊，所以当即就把这座圣齐楼赏给了徐达，而且呢把莫愁湖也赐给徐达做他的花园。这个传奇故事啊记载在清代的马士图的莫愁湖志里面，在南京呢被老百姓广为传颂。但是我们仔细的来品味这个一棋四湖这个传奇，我觉得有两点明显的漏洞。第一点呢，这个圣齐楼啊根据历史记载，它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才建的，那个时候是明神宗的时候，那朱元璋去世以后的100多年才建了这个楼啊，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和徐达他不可能在这个楼里对弈，这是一点漏洞。还有一点漏洞，当时呢莫愁湖非常大，而且呢周围呢是一片繁华的这个交易市场，所以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把偌大的莫愁湖赏给徐达。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什么呢？他把莫愁湖畔批一些地方让徐达在周边建一些亭榭花园，这就不错了，这就给了徐达特权了。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还对这个一棋四湖的故事津津乐道呢？徐达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也为大明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看来啊，老百姓与其说是喜欢一棋四湖这样的传奇故事，无宁说他们更喜欢在一棋四湖背后表现出来的徐达风流儒雅的文化气质。我们说啊，文化它是一脉相传的，它是割不断的。从我们前面所说的周瑜到王羲之到谢安一直到徐达，那文化是一脉相传的，所以在南京城这种风流儒雅的文化气质就渗透到了南京人的骨子里面。所以南京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举重若轻，宠辱不惊。至今呢在南京人这个口头禅里面，他们语言里面还有这样的口头禅呢，说这算个什么事儿啊，烦不了，那经常挂在他们的嘴边。透过这样的话我们展示出来的就是这种风流儒雅举重若轻的文化气质啊。南京素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闻名于世，然而奇怪的是，在此建都的王朝大多短寿夭折，而南京城又屡经离乱和浩劫。正如清朝诗人、画家郑板桥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在郑板桥看来，建都南京的六朝兴废匆匆忙忙，甚至连长江水也
也受到了牵连，被认为不长了。这首诗道出了南京无尽的风雨沧桑。请继续收看《六大古都之风之南京》。为了更好的说明南京城的风雨沧桑，我们再举三个数字背后的故事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数字是二，说的是两位亡国之君。这两位亡国之君呢，一个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南陈的陈后主，他叫陈叔宝。那陈叔宝啊，有两大爱好，一大爱好喜欢酒，另外一大爱好是喜欢美色，美酒美色，尤其宠爱他的一个贵妃叫张贵妃，喜欢经唱张贵妃唱的《玉树后庭花》这个曲子，所以整天沉湎于酒色。是朝政腐败，在588年的时候，北方的隋朝就派10万大军来攻打南陈，眼看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陈后主怎么说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王气在此，骑兵三度来，周人再度至，无不摧目。今鲁随来，必应自败。”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说这样的话，他说金陵这个地方有王气啊，我们怕什么？以前的时候北齐北周曾经3番5次的来打我们南京，不是没有打下来吗？现在隋兵来了啊，他也是自取灭亡，自取失败，不用担心。然后接着就和他的张贵妃一块欣赏《玉树后庭花》去，结果怎么样？金陵的王气并没有成为陈后主的保护伞。在589年的时候，隋军就攻破了南京城，这位陈后主和他的张贵妃做了隋军的俘虏，南陈就灭亡了。所以到后来的时候，这个《玉树后庭花》就成了亡国之音，人们只要一听到这个玉树后庭花，就与亡国这两个字联系在了一起。另一个是南唐的李后主，这个李后主啊，与陈后主有一点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呢？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词人，但是在政治这个方面和陈后主都一样，都很蹩脚，也是喜好酒色。所以后来当北宋强大起来以后，在975年的时候，北宋的军队就打破了南京城，这位李后主和陈后主一样也做了俘虏。做了俘虏以后呢，他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就做了一首词，这个词里面著名的两句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的名字叫《虞美人》，它本来是来描述当时李煜的这种亡国之痛的。所以到今天呢，我们一想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与亡国之痛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一个陈后主，一个李后主，就是我们想到了亡国之君，想到了短命王朝，从某种意义上就诠释了南京城的风雨沧桑。第二个数字我们再说一说八，这个八指的什么呢？是在明末清初秦淮河上的八位青楼妓女啊，所谓秦淮八艳。这个秦淮八艳呢，有很多传说，在戏曲小说里面都有，到底指的哪八个人呢？还有争议，但一般说来呢，是指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马香兰、顾梅、卞玉京、寇白门和陈圆圆。这个秦淮八艳呢，很多人把它作为脂粉文化，
青楼文化或者说妓女文化来看待。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秦淮八艳有两个特殊点值得我们考虑。第一个特殊点，秦淮八艳他们所处的时代很特殊。什么时代呢？明末清初，大明的江山社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军将要入关，所以秦淮八艳他们的人生命运也面临抉择，再也不能过原来的和平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处的时代很特殊。还有第二个特殊，秦淮八艳的人生经历很特殊，他们往往呢要么追求自己的爱情坚贞不屈，要么呢有些时候呢还以身殉国，或者说遁入空门。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南京城市的沧桑风雨啊。第三个数字是30，说的是1937年的时候12月，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城，在南京城进行了40多天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无辜平民还有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杀害，所以日本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南京这个城市它在建都时间上来讲，在六大古都里面并不是最长的，它只有450年的时间，在建都时间上它排在西安、北京、洛阳之后排第四，但是它的阅历却非常的丰富，它可以说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近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历史阶段。比如说六朝时期它是属于封建时代，而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建都南京，那个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也建都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建都在南京，所以南京几乎见证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一些大事变，可以说是久经风雨沧桑。那么接下来古都之风将吹向哪里呢？让我们关注下集《何止北京》。